可可贝，点击订阅吧。没关系，不要慌，一定要抱木头，快快藏到桌子下，紧紧抓住，耐心等待地震，地震平息了。地面地面在摇晃，发生发生地震了，哗啦啦，哐哐哐，我好害怕呀。地震暂时停下来了。保护好头，一定要保护头，快快逃离建筑物，赶紧跑到公园去，地震地震平息了，幸好大家都没事儿。可可贝